首先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少林拳的基本形态。一、静行。一、手型。拳，四指并拢弯曲握紧，大拇指扣于食指和中指之上为拳。掌，五指微分开，用力伸直，拇指根部内扣，掌心内凹为掌。勾，手腕内扣，拇指紧贴于食指根部，其余三指稍内扣为勾。二，步行。马步，脚尖向前，屈膝下蹲，大腿接近水平为马步。弓步，前腿弯曲，脚尖微内扣，后腿蹬直，脚尖斜向前为弓步。二，动态。手法，架拳，右拳内旋上架，左拳内旋下栽为架拳。推掌，一掌螺旋前推，借助弹力迅速回收为推掌。冲拳，一拳螺旋前冲，借助弹力迅速回收为冲拳。砍掌，右掌外旋平砍，掌心朝上为砍掌。一段单练套路，首先让我们来完整的欣赏一遍一段单练套路。现在请看一段单练套路第一小节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一段单练套路第一小节分解教学。抱拳礼，并步架拳，马步合臂，左弓步推掌，上步冲拳，退步隔肘，退步架拳，上步平搂，转身砍掌。请看一段单练套路第一小节动作要点提示。并步架拳，塑身紧凑，上架下栽协调一致。上步推掌，推掌时滚出滚入，以腰带臂力打掌根。退步隔肘，隔肘借腰转短促发力，小臂外旋。退步架拳，手臂螺旋上架，架拳略高于头，力由腰发。上步搂手砍掌，
上步转身快速轻灵，砍掌臂外旋，力达掌外延。现在请看一段单练套路第二小节完整示范。喂，现在进行一段单练套路第二小节分解教学。并步架拳，退步隔肘，退步架拳，上步推掌，上步冲拳，上步抡劈，闪身拨挡，马步架拳，喂，并步直立，抱拳礼。一段对打套路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完整的欣赏一遍一段对打套路。现在请看一段对打套路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一段对打套路分解教学。抱拳礼，乙向后转，甲乙并步架拳，甲上步推掌，乙退步隔肘，甲上步冲拳，乙退步架拳，乙上步推掌，甲退步隔肘，乙上步冲拳，甲退步架拳，甲上步砍掌，乙闪身拨挡，甲乙马步架拳，并步直立，甲向后转，抱拳礼。请看一段对打套路动作要点提示。甲上步推掌，乙退步隔肘，甲旋臂推掌，乙旋臂隔挡，甲上步冲拳，乙退步架拳，甲冲拳快速有力，乙架拳准确及时，甲上步搂手砍掌，乙闪身拨挡，甲旋臂砍掌，乙塑身裹背，挡防准确。一段拆招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完整的欣赏一遍一段拆招动作。上步推掌拆招。退步隔拳拆招，上步砍掌拆招，现在进行一段拆招动作分解教学。上步推掌拆招，以上步冲拳，
甲提左膝，右按掌，落步左掌前推。退步隔拳拆招，一上步冲拳，甲退步左隔挡，上步砍掌拆招，一上步冲拳，甲上步左手扣腕，上步砍掌。首先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少林拳的基本形态。一、静形。一、手形。强手，手心向上，四指并紧，大拇指内扣，掌指朝向前上方45度，为强手。二，步行，虚步，一脚全脚掌着地，另一脚脚尖虚点地，膝关节微内合，为虚步。二，动态，一，手法，格挡。左臂外旋格挡，大臂与肩平，借助小臂外旋的反弹力，顺势内旋向下格，为上下格挡。强手，左掌变拳抱于腰间，右掌快速从腰间穿出，掌心朝上，为强手。拿腕，左臂前伸内旋，右掌从腰间经胸前按抓左腕，虎口向内，为拿腕。合肘，双拳旋转内合，向前上方超出，为合肘。二，腿法，弹踢，右腿上抬，由屈到伸，小腿向前弹出，脚面绷平，为弹踢。勾踢，右腿上抬内扣，脚跟擦地，向左前方勾出，为勾踢。低踹腿，右腿上抬，脚掌内扣，展右胯，向右下方踹出，为低踹腿。二段单练套路，首先让我们来完整的欣赏一遍二段单练套路。现在请看二段单练套路第一小节完整示范。Yeah.
现在进行二段单练套路第一小节分解教学。抱拳礼，并步架拳，转身右弹踢，上格挡，下格挡，退步削挂。